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Champion。今天呢，我要去南投，一样南投三天两夜。但是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我收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礼物，因为我即将要生日了，就是10月5号是我的 birthday。So 对方呢，帮我安排了三天两夜在南投的旅行，那提供了住宿、烤肉、爬古道以及温泉，他送我这么大的礼物啊、哦，真的好爽哦！当然，我们要非常感谢 Go 比尔民宿，他就跟我说：“哎，你也可以带朋友一起去。”So， 今天为了要庆祝我的生日，还有另外两位天秤座的生日，我们要一起前往南投啦！姐妹们，昔日的炮友在哪里？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主车了，是 Jason 在开车。没有大一点的话，没有没有。那你说哪个艺人？哪个艺人你 OK？ 男艺人？池秋我可以。黄叉叉你可以吗？我说池秋，我不行的，我不行的。沈文成帮你吹，你可以吗？你啦，来台东，我咱即摆就去台中。是不是他开车都这样冲一下冲？没有，我不会。像我们到了全联要去买食材，明天就是要自己煮。那我们要让大卫来煮东西，因为大卫很会煮。你有吃过大卫的料理吗？我要威灵顿牛排。没有。那你要煮什么？咖喱，他用咖喱。咖喱在吗？18天一罐的吗？在哪里？没有啊，因为我想。现在选啥？就想要不要买一些调味，就是增加风味。我是觉得他们搞不好有，搞不好会有。你是不是12月18要有演唱会？有，12月18在宁静的音乐展演空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哦。哦，对，这次我没有录到，这次。给波明超恐怖的。阿公是看我。阿公，我要收500啊，500空了。戏剧大考验，今天我好开心哦，我来到了南投。但是大威，我真的很生气耶，他一毛都没有刮。哎，对了，好像我的阴毛也没有刮哎，我看阴毛，我的阴毛好像没刮啊。哎，不对，前面好帅哥，好帅帅哥，好想把他吹哦。我真现在练习一下我的口交技巧。大哥，好了了了，那这是青衣吗？很棒很棒，好烦呀，技术一流哎！我才刚讲完。那个石头真大。呀，我到了 Go Beer 民宿，非常的漂亮。来呢，这有点难。这位呢，就是我们 Go Beer 民宿的老板。Thank you very much. 公文卡。那今天我们可以吵吗？吵什么？就是吵闹。今天只有你们包场。那我可以一人睡一个房间吗？可以开始裸舞了这样子。对，开始脱这样。好的好的，谢谢。那我们赶快卸下行李。好。耶、yeah! ！这是这一整排的小木屋。今天我们的大通铺呢，最多可以睡16个人。那我们的人数不到16个，所以会有很大很足够的空间给大卫睡，还有我睡。哦哦，可以开灯。灯在楼上。哦，灯在楼上。那大通铺哦，其实棉被都帮我们弄好了。哦，楼中楼是长这样子，还不错。那因为是大通铺的关系，所以我们洗澡的时候会在后面。很久没有在山上的感觉了，为了我的生日提供这么棒的机会。多久啊？你们真的很慢呢。你看，你看，就是想红，就是才会这样，想红才会这样，才会露他的逼啊！我哪有露逼？我来郑重为您介绍我们台北的母狗。我一样有中年焦虑哦。什么意思？我们妇女到了40岁，就是会有荷尔蒙分泌的问题，他本来就要靠你，本来就是会比较有焦虑的状况发生哦。尤其到了晚上呢，如果在一个人在被子里的时候呢，都会偷哭。那在被子里会怎么偷哭？所以我就会就是吸食安非他命。哎，
现在我们要去走猎人步道，猎人步道，布农族啊，打猎的时候会去的。然后太阳很大，我是很耐晒啊。我可不知道后面这一群公主如何。月亮弯，小伙你依然好孤单。剪超专业的，你有一台相机，一台 GoPro 跟一个360，你才叫 YouTuber 吧？那就剪出来了不能看。我觉得你真的很专业，你是 YouTuber， 我们是 YouPorner。No no。猎人古道的入口还没到，我还不够五分钟，我就后悔了，就想走了，太累了。猎人古道，我们其中一个位置是在。没关系啊，晚上很多路要进去啊。很热。对啊。So， 其实我们要走完全程，走完全程要多久啊？8:55。5:55，那我们来回就是应该三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对，你们只要三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们就要上去喽。就这样吧。猎人古道原名马努多斯猎人古道，因山路中的地势状似鼻子，布农族与鼻子称为马努多斯。以前是布农族里的勇士上山打猎的路径，白岳中的峻大山、八通关山、玉山、竹北峰全部都可以纳入眼帘哦。阳光很大，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树荫很多，风也很强。连抖都不会，哈哈哈！啊，到了一个凉亭，大家好好休息一下。你可以吧？你不是一直在运动，还是只去健身房拍照打卡？没有，去健身房工作。嘿，你有黑骨掉无？不是，是确诊之后才会有那个气喘的状况。Oh my god！ 虽然讨厌啊，所以会觉得胸闷，非常的不舒服。我没有热爱爬山。哎呦，你本来脸色都是红润的，现在怎么变苍白啊？好累，好累，好想回家。上了贼船，你以为随时都能走吗？露出你的屁吧！看，怎么有虫子？绕虫吗？很美。也是不一样啊！你在干嘛？再累还是要帅，太帅了！今天我交友软体一定可以约到80个有的人。这而且很荒唐哎！你不要遇到镜头那边很假，好不好？你平常很破，好不好？阿达，这可以，这可以。好的，来了耶！当然。猎人古道可以选择弹性自由的路线，有时间有体力就可以走远一点，如果想要就近的散步，可以截取其中一小段就好哦，漫步在大自然中，神清气爽的感觉好舒服哦。所有的水知道吗？好重啊，不过没关系，为了我的梦想，我一定要完成。就算你没有正常个性吗？因为刚刚我们经过两个登山客，其中一个是阿姨，阿姨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谁说的？阿姨很厉害，我做不到。我可以的。哦，好，你再给我讲。哦，古道走一走，走一走，我的 B。破了，逼破了！不要越挖越大的哦！怎么会 ？OK， 我们决定下山。因为大家很饿，然后气也找不到尽头。好，那我们就决定在这里最后来一个大合照。猎人古道客底部。好啦，到我后面来拍照吧。小姐在干嘛？这叫民中部，不要让那个红衣小女孩跟我。
我可不想让他跟我回家。我看你是跟不到我脚步，然后他就会不知道我在哪里。我看你是精神官能症。好可怕啊，姐妹！就想跟踪我，受伤，山中发疯。帮忙在录影哎、啊，嗨，大家好。你累吗？不会啊，爬山超棒的。回来了，虽然没有走完，不过就是走一个新鲜。那现在这边你可以去跟他们订烤乳猪。天哪，好可怕，好久没有吃这个了。以前吃是在明德村那边，今天要吃炭了。大家看到吃那么开心哦，好饿哎，先吃啊，吃炭啊。现在回来啊。很累，一躺着就想睡觉。外面现在有烤乳猪了，要去给他洗个澡。那我刚刚有去询问那个购别民宿的负责人，他们是说通常会来这边住的都是团体跟登山客，所以我真的蛮推荐登山客一起来，因为他除了有宽阔的场地以外呢，他也可以提供烤乳猪，那价格可以自己询问一下他。我使用的是淋浴间，那我要在里面洗澡咯。我已经洗完澡了，然后我的脚一在抖，在抖，怎么会？饭都来了，毕竟老板的招待一定要好好的。你怎么用三只手机？好，我要先回房间了。我真的非常感谢 Go Beer 民宿，就是你知道的，帮我们准备这菜超一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竹筒饭了，我已经忘记怎么吃。哎、欸、哎，要用舌头啊？这样吗？是这样吃吗？我不吃，我看。我不会吃啊，很久没有吃。先把那个皮弄出来。皮一起吃怎么办？没有皮，皮在哪里啊？两根一起吃，鸡翅怎么没出来啊？两根。哎呀，我没有这样吃过啦。自己吃三根吧，姐妹。哎、欸，真的很香哎，觉得好香哦。Oh my gosh！ 谢谢你。不会不会。我要射了，是好好吃，哎、欸，皮很脆，肉也很 Q， 哎、欸，嗯，好好吃啊，谢谢。我就知道你会来，我昨天还骂那个大吉说那个阿吉有没有秘密，他说干嘛秘密，说他们一定会突然出现。啊，欢迎你哦，谢谢大哥大姐。不会不会。啊。真的是一个大惊喜耶！我真的是前一天我就猜到那个恒春的最好吃的泰式料理的发动老板娘会用这种方式来，但是我想说就是不要把这种事情一直放在心上，因为我觉得能来就来，不能来就算。But 就是很多人要给我惊喜，就是很容易。我已经很了解他了。我操！来来来，干杯干杯！哦，生日快乐！呀，天秤座生日快乐！快乐大家快乐！呀呀，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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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结束。请把先许给我们健健康康吧。好，许好了。我也是，来三个一起吹，一二三。哦，请问你的名字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香兰。杨兰，杨兰演奏歌曲是？这首歌叫做《红豆》。可以耶，真的。红豆，然后我12月18在凝聚力音乐展演空间有演唱会，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一定要！微微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不要紧张，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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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中看着了不同的星空。这个天秤座哦，哎，下河就是下河哦。赞啊！大威如果喝纯的，我就可以喝纯。有水吗？有水吗？没有水。那是明天吧。生日快乐，迟到王。哎，居民真的像口交哎。我们的活动结束了，喝了一堆酒，然后现在时间是0:57，明天早上8点要起来吃早餐，真正的寿星在这吃早餐啊！那个住宅被我装可爱，我的哪嘞？好，住宅，明天见。所以可能我会放第二集哦，打，拜拜。打过去我要骂人了。你要骂什么？刚不是跟我说不会迷路吗？小乖，怎么了？你要卖口香糖哦？你要卖口香糖？好冷哦！希望今天的，希望今天所有的疲劳赶快消失，因为晚餐呢，大威跟邦邦要煮意大利面跟咖喱给大家吃。你是挖洞娃娃？好恶心啊！那我干你！